连当初无要求，如今何必来？哇，好朋友听到这首歌，记得知啊！咱今日过多会客室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许富凯，富凯刚来节目当中来。Hello， 大家好，过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哎，许富凯来啊，足够专业啦！哦。阿修凯啊，大概来拢予咱一种青春活力，到咱这个现场来啦。谢谢文峰哥，你这个爱吼，记好的收听一代专辑吼，哎，当讲大卖，而且吼，今卖网络的点播率赶快非常的高啦哈。哎，谢谢哦，这感谢大家的爱戴啦，无气焰。哦，爱戴啊，哦，这开始我滴个林秀讲的爱戴，爱戴，爱好，支持。哦，因为咱修改赶快拢是咱南部音啊，高雄人，高雄人，哦、所以咱台南高雄乡亲拢听得到。啊，今天咱想那边请修改来，因为伊个新的专辑准备要来推出来，而且哈，一旦开放预购，没错，在第10月1号到10月10号预购，然后10月12正式发行。哦，对哦，那如果该外刮下的朋友哈，你10月1号到10月13号预购，得让徐德外签名海报一张哦，预购我签名海报了。对，哎、欸，这重点一定还讲的了哈。哎呀、啊，喜爱这个许富凯哈，哎，当讲哦，接近疯狂的听多了。你这个订的专辑哈，恭喜在哦，点播率就高嘞。那口音卡点位几百哈，嗲嗲哈，这首歌唔知放过几遍啦。真假个？啊，另外个有一首哈，迄、那个今夜搁在想你啦，这首啦哈。啊，搁迄、那个搁一首你可能。他想袂到，迄、那个千言万语哦，把足侪人点咧，真假诶，真诶、欸，因为迄翻唱迄个国语歌，哎，对对对，但你唱了非常的赞，谢谢，把足侪人点这首歌曲啊，感谢啊，当然加迄个庞。庞加曹雅文合唱的这首，嘛做这样点，哦，这大首歌好听啦。感谢啊！阿母的青春，我家己就爱放，因为这首歌曲吼，想到妈妈，所以这感情我就爱放这种感情。阿母的青春哦，哦，原来阿母的青春，来继续吼，咱重点他都讲到了哈，就是咱这个新的专辑叫什么名？你讲叫什么？写好你的歌，写好你的歌。10月1号开始哈，跟10月10号要来预购，预购，然后10月12再正式来推出。对，在这个期间当中，是啊，一旦哈得到人海报一张，啊，要去得预购啊。各大唱片行全省，哦，直接去唱片行对，对对对对对，唔免催你啦哈，没催我买鞋塞啦，你留言好娃娃忙你处理。你的你的 FB 顶头干物，还是你有个人的部落格？我嘛有个人部落格啊 ，FB 我有粉丝专页，还莫阿未啊？一是暗赞的啦，一没有一暗赞的，暗赞的，一不局限偌济啦。你也讲你个人的，还可能炸的墨墨，一个墨啊，一墨，你还4999的一个墨啊，我跟你讲呢，对，好是啊，所以这非常要紧。但是哈，咱爱来讲到的是，你这当中有一首主打的歌曲已经有新出来红听嘛？这什么歌？决心，决心嘛，感觉这个应该，哎，对对对对，我气势磅礴，对啊。听两句我看卖哈。好。离开故乡几落冬，我知未来不是梦。不管我狼狈，予人看笑话，不管理想剩偌多。认真打拼的决心，成功的证明。卖问偌多人讲闲话，唔惊坎坷路海过。有梦我就有勇。OK， 先和好朋友来批判一下就好啊，等下咱较完整吼、哦、来安排啦哈、哦。啊，先讲着这首歌曲哈，有啥咪特别的所在？是不是老师特别为你写歌？是啊，曹俊宏老师哦，就感谢伊来帮我制作这首歌，然后也嘛是一下哎，伊亲自操刀的不简单啊嘞，哎呀，而且大师级的呢，大师级的哈，受宠若惊，受宠若惊啊，而且这首歌嘛是要加这这个《民视八点档风水世家》第二波主题曲。哦，马上确实的上档的时阵才出来的对，那当然期待。但是哈、哦，
咱为人等袂遐久久啊，所以吼、哦，咱紧预告，等者咱随放互你听啦吼、哦。感觉好诶，先预告较重点。是，好、哦、好，曹大师诶歌，咱喜爱徐富凯吼、哦，咱先好好来听一下，文芳袂甲咱骗啦吼，头拄啊偏方尔，即卖真正来完整听一遍好不好？谢谢啦，谢谢。好来听歌。坎坷路歹过，有梦我就有勇气。我知艰苦是暂时，委屈吞落去，当作无代志，不惊一切拢失去。就算失败嘛袂当是一个失志。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爱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雨地人风地多，我心让你看伤细。艰苦是暂时，委屈吞落去，当作无代志，不惊一切拢失去。就算失败嘛袂当是一个失志，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雨地人风地多，我心让你看伤细。欢迎各位又再等下咱健康美丽好人生，这部很甜，我是文芳。哇，今天咱的这部非常欢喜哦，邀请的是徐富凯来，这边专工哦，播工啦，这边哎，是位台北的来啊，高雄过来，台北啦吼，你即摆大部分拢伫台北嘛？嗯，即摆因为工课的关系，拢伫台北较济。啊，你家己伫遐锻炼几个人啊？诶，有时候妈妈会起来陪我啦。
哦，不是女朋友去陪你啊？没啦，妈妈。哦，妈妈就是是你的女朋友就对了，来替你煮饭给你吃。嘿，帮我洗衫，不不。哇，哥帮你洗衫，不是洗衫机你洗。有啦，嘛是有叫洗衫机，伊敢肯。哦，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啊，这徐伟凯其实跟妈妈感情蛮足好啊。爸爸妈妈讲好唱歌嘛。啊，妈妈比爸爸较好笑，还是爸爸比妈妈较好笑？我其实两个都不要唱歌啦，啊，拢未晓，拢未晓，因两个拢未晓，因两个拢未晓唱歌，阮兜无人会晓唱歌，除了我，除了你，啊，你有姐姐妹妹哥哥弟弟无？有啊，我有一个哥哥姐姐，我想说，啊，两个拢未晓唱哦，你讲安尼因会抗议哦，我看，我讲是鬼，真的哦，唱歌真正，啊，不是天生无安那来，可能诶，以前细汉爸爸妈妈做工课关系吧。然后因为因为这头门诶，这头门诶，对，这头门没摆啦。诶，阿个无时间照顾我的是放音乐我听啊。哦啊，一直这样听耳濡目染这样子。耳濡目染，对，啊，你的主人诶啊 ，A 啊，对音感刚刚比较敏感呐、啊。嗯，哎呀，开始爱唱歌。是是是，嗯、我去接你顶到，诶，是你美发技术最好，还是你有用嘿？美甲，美甲嘛，我第二顶到你哥有帮朱大哥用过嘛，我去接干是。你知啊？你有一道你甲变变伊个迄个美甲嘛？对对对对对对。哎、欸，这个厉害呢，一个入围金钟奖呢，对他真的厉害。伊、哦、出文啊啦，出文啊！你有甲美甲有差一款？安尼安尼，我顶个毛改设计发型嘞。你也买设计发型？哎、啊，得因为迄个马桶唔是？哎呀、啊，啊，我改用只做金宝，伊可能无接受吧？哦，安尼啊！啊，所以吼、哦。诶、欸，朱大哥去有你用了加持了，你看入围啊！感谢啊，谢谢。欸、咱这个傅凯专辑其实拢最好听，阿贝亮嘛非常的好啦哈、啊。啊，所以应该哈爱得一个奖诶，我感觉爱给你加持者。我嘛希望呢，希望哈啊公司够给你报名，还公司还报呢？公司有报，有报哈。对啊，拢给你报，拢在报。嗯，对啊。安尼早班一定有诶啦。因为你、嗯、可遇不可求啦，就是希望有，可是就是也不会说一直说一定爱给的 K 掉掉。是，这代金格的专辑基本是预购嘛，刚转播拢差不多啊，拢好，拢好，今嘛在工厂咧咧鸦片啊，哦，嗯、已经拢好了对啊，对，好，这代专辑当中啊，金格哈。咱知影，咱头听是即卖即个背景的音乐嘛，决心嘛，决心。这主打歌，嗯、另外阁有一首歌，有哪有先录出来哈？嗯，哎，叫做《写好你》的歌，就是咱主打的第二首嘛，第二波。对，然后嘛是专辑名称。专辑名称。对，啊、这首歌有啥物？对不对？嗯。啊、这届很开心可以请到一个陈子鸿老师，帮我制作，因为吼，我每个老师制作的方式不同款呐，然后。这个看的制作，我刚刚其实嘛就紧张诶啊，真啦！因为我们在，因为大老师制作的方式不同款，所以我们在一边不会什么感觉是安怎？哦哦哦，对哦。啊，你无笑，家己的感觉老师家应该调整就好啊。所以看一录资料，才知道哦，原来他的风格是那种，他就让你一直唱哦，唱十八摆，你再改。安尼哦，一直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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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刚刚袂歹啊，阿的。个 Q 个 Q Q 啊，一直唱一直唱。哇、哦，所以你这边拢大师给你指导啊，录啊做辛苦，录啊做认真哦。我觉得有诶，自己那个进步，责任感比较重。哦哦哦，对。所以老师给你唱五遍，你家己个加唱五遍，并且十遍来得滴啊。他一直唱，一直唱、啊，一直唱啦、啊。啊，嗯，唱上瘾了。唱上瘾啊。对。啊，像你平常啊，你洗身躯啦吼。啊，做代志干咪边哼歌？哎呢，你买呀？哎呀，拢唱上的歌，唱家己的嘛。我白唱，我白唱，唱我最近总爱唱珍妮的歌。哇，伊再出来开演唱会，啊，你得唱伊的歌了。我搞一款，哦，你有去看啊、哦？所以刚刚啊，对他的歌声哦，一直在我脑海里面也挥之不去。今天啊，要唱两句还听下子。今天吗？你也要唱伊的歌？是这般柔情的你。给我一个梦想，徜徉在起伏的波浪中，隐隐的荡漾，在你的臂弯。对，哇，好够赞的！你看，我就讲吼，你唱一挂吼，这个国语歌嘛，足好听。真的吗？啊、所以，想到我讲，千言万语做怎样点的是，你甲换作台语，安唱起来，哇，迄、那个感觉嘛会出来。谢谢。这语言的无同，但是迄个 melody 哈，嗯，哦，你唱起来迄、那个声温足水的。哦，马上感谢老师特别
词有重新改编过了、哦，改过、哦，然后那种感觉更不一样。哦，啊，这边呢哈，金格专辑你讲好了嘛？啊，这专辑当中啊收录的歌曲，你个人感觉这边啊呢？蛮丰富的，蛮丰富的。对，因为歌路那么无同嘛。歌路有淡薄无同，因为整张专辑还是诉求是情感面的东西哦，有爱情啊，还是有爱情，然后是有友情、亲情，哦，浓中无浓中无，还是都有这些东西、哦是是是是。然后出发点都是以情为主，嗯嗯，所以做红湖精彩节专辑，好难当几台，是，所以当先这个预购，当先收藏吼，这开始重点啦吼。对，要下到这条海报上，大概啊，歌星来访问，啊，听众朋友讲，啊，到海报要上，我讲。哦，嘿，寄海报嘛，就麻烦的呢。嘿，有当时啊，邮差会带一个然后变，啊，你该用一个滚筒嘿，啊，或者是，嘿，就麻烦的对。后来哈，我就讲，你啦，真正有需要哈，来电台，你卖叫电台寄啊。啊，所以哈，咱这边免，你买这个专辑哈，一定有上，都有上啊。而且可以亲笔签名呢。对啊，可以亲笔签名呢。对，而且这个造型完全跟顶一张某某同款。哦。这个件它比较，哎，什么风？稍微。英伦风真的耶听众朋友你没看到我有看到耶这真的很时尚耶开始有 model 感觉对我们七轩姐姐在那里求、哦、真的、哦、因为这改造型是包着的嘛不乖哦对啊开始这样你还演到而且这改用宝蓝色是我很喜欢很喜欢的幸运色哦对这宝蓝色是你的幸运色你什么星座我处女处女座是宝蓝、啊、哦、嗯、没啦我是一种看算命盘呐、啊，然后也光你要穿宝蓝色加粉红色也是，嗯，对你本身会比较好。是是是是，对，有啦，你的个性嘛就活泼开朗，你就看蓝天白云啊呢，不是、啊、不是无穿白云，是穿蓝天，穿白云和你啊，白云，蓝天白云一种个性的就开朗活泼。好让人一种做阳光的感觉，而且这个来的造型很多变哦，很多变哦。而且这个发型嘛，无同款。嘿，这边真正和你这边都无同啊！你看，啊，你这个发型哦，乱中有序。顶一张可能，顶一张件是邻家男孩那种感觉，对对，大男孩那种感觉。啊，这个想要走的就是比较时尚一点哦。这样讲可以吗，慧萱姐？我搞 DS style 出来啊嘞，对，变型男啊。而且有一个我去龙岩的时阵，然后林珊，林珊，林珊姐跟我讲，你头发剪这样很适合你哦。我说真的吗？嗯、他说对啊，而且颠覆台语传统那种很刻板的印象哎，你会带领潮流。我说真的吗？对对对对，听他这样讲，我觉得更有自信了。没不对啊，我感觉你这吼就像迄个，没那个偶像剧的男主角那种感觉，这造型，谢谢。所以你会当吼去拍呀，真的吗？哎，公司给你安排者。嗯，安尼，我这个 MV 嘛。希腊我就介意，希腊就介意哈，哇！这蛋姐开过来讲，咱先来听你这首哈写好你的歌了，写好你的歌，好，这个等下咱现场的节目，加徐富凯这回来开讲哦，谢谢。夜头一直看，那敢是你的形影？风的声是你打，感慨的歌只音一声，替我弹，花蕊落土脚，伊嘛替我不甘呐。雨水是我的声，滴滴答答。莫离开这，你敢会知影？想要唱予你听，最爱你的人是我，惦惦看你不应声，心的疼你敢知影？想要唱予你听，等
你已经无在车，梦中甲你念相偎，梦是一寸我孤单。风的声是你的，但他的歌只音只声，替我弹花蕊落土脚，伊嘛替我不甘啦。雨水是我的声，滴滴答答，求你莫离开这，你敢会知影？想要唱予你听，最爱你的人是我，点点看你不应声，心的疼你敢知影？想要唱予你听，等你已经无在这，梦中甲你念相偎，梦是一寸我孤单。欢迎各位朋友在等下咱健康美丽和人生这边，另外是文峰，今天咱的高度会去是邀请的是咱徐富凯，哎，大家好啊，所以富凯哈，咱的新的专辑也当预购啊哦，李谦啊，他到咱介绍的两首，一首是决心，这名字风水世家第二波诶片头主题曲，另外哈，他到听就是写好你的歌，两首歌曲拢是大师级的作品，制作人哈，哇，拢非常的要求，所以富凯歌声。真正无话讲，啊，这个机卡吼嘛再出来提升另外一个展出啊，哇，无简单呢，大概来拢有咱一个新的感受，一定爱啊，一定爱啦，一定爱啊。但是我感觉吼，真正这个造型帅水，所以吼，恁七轩姐姐搞，嘿，啊，你有满意啦哈，我就介意，啊，你也要跟女朋友的吹的，无唔对啊，唔是吹啦，是用吹介绍，吹介绍，嘿，伊在咧看男朋友介绍咧。真的啊，假的啊！你有了，你身边有袂歹查甫的，多金，然后不用很帅没关系。哦，钱较重要了，对啊啦哈。哎、欸，我这样讲会不会很势利啊？不会啦，其实伊不是种人，我知道。伊足好诶，带恁来吼。一点不是一直叫我介绍，迄个看高雄长桥啊无？安尼哦，高雄较有可能对啦。对嘛，你高雄新多会啊？嗯，阮台南拢四生。四生哦，嗯，上面拢年会较大台钱有。哎呦，黑干没哈？哎呦，黑矮哈？哎呀，你以为不重要？不重要，体重嘛无关系。啊，有钱多金才是重点。嘛是嘛是爱，他也是，因为我们有外貌协会啊，应该还是要啦。对啊，要在一起这么久，你还是半夜看到惊醒呢，那个吓人。哎呀，那我是有钱惊掉，是有人惊掉。去有钱讲到，去有人惊到。好，你卖调侃恁七轩姐姐，你家己讲你家己就好啊。我呢，阿伯你什么条件？感觉对就好啊。嗯，好像你简单。真爱呐。什么感觉？你爱是对起样型，
是志玲姐姐那种型吗？是那个彩花姐那种型。哦，彩花姐不错啊。哦，那型的你也好，很可爱啊。哦，对啊，只是要一直跟她聊天而已。哦，对啊，所以像这位你嘛不爱，这意思了解也没有这个意思啊，不啦，不是啦，啊，不是啊，侯佩岑，你爱侯佩岑一型的呀？我刚很有气质啊，讲的歌好听啊。哦，做气质嘞！你和周杰伦有赶快来品味哦。周杰伦比较包罗万象啦，我们只是单一而已。哦，啊，所以侯佩岑的无机会啊，变话。不要紧啊，不一定是，哎呀，还有更好的出现。你敢知伊妈妈想？我知呀、啊。林寡妇不？嘿呀、啊，他在咱细汉吼，我啦，你可能冇看过。我有看过。你也捌啦？我捌看过。他在咱细汉看，哦，林寡妇的足水啊。嘿，看伊足型的嘛吼。哦，足感面的，因为林寡妇有磕头，磕头，磕头啊，足水。迄阵我阿公也看咧，哇，我看到伊了，大概一定爱看伊的。你是看林青霞，啊，恁阿公看林寡妇吗？欸、林青霞嘛，就老啊呢。我细汉的时阵啊，我阿公已经做老，但伊做爱看骨头啊，林寡妇的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咱的年代差啊济，你讲安尼，你眼光嘛无同款啦，所以你侯佩岑这型的就对了哈。嗯嗯嗯。啊咧，咱老听到的吼，这变实力的知影吼，徐若瑄爱这型的，对啊。你若去韩国变装的时候，都爱变这型的。哎呀，啊，然后迄个未歹查甫的，买当靠应一百吼，哎，帮我介绍一下迄个黄绮萱姐姐，是慧萱姐，哈，对。哦，慧萱姐啊，哦，慧萱姐，我跟你讲，伊后盖来吼，呵，我们都很担心她终身大事哎。啊，没有。哎呀，超级担心。没关系啦，有什么关系？不介绍一下也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现在一个摩拳擦掌，想要揍我了。啊，你干嘛好讲几句啊，伟姐？来来，讲几句。看伊条件是啥物，你看。萱萱，讲一句话吧。好啦，你替伊物色，你替伊物色。啊，我有好的，我先改转借给你。OK， 我先换我你的名片嘛。对对对对对。OK， 好、嗯哦。对。啊，不通绝对哦，替咱这个慧萱姐姐找一个较熟悉的，台南的真正袂歹啦，我讲实在。因为咱台南人拢做起一个，哎，多谢感恩啦吼，是个古都嘛，对啦，古都啦，古都啦，对啊，喝假蜜啊，这些适合，哎，喝功能喝假蜜，哎，伊嘛上爱食啦，伊也上爱食，对，伊上爱食，哦，安尼台南人好你食袂，都搁带你食好料诶，对哦，哦，山顶海边拢总有啦，真正，真正啊，唔忙可以退功课啊，等一下吼，伊要变面啊，好来。咱继续吼、哦，来甲和平报告。你最近有啥物活动，或者是签唱会，或者是有啥物通告啊？因为最近吼、哦嗯、专辑在录制，所以签唱会可能还要请公司那一边、嗯、安排。那大概是11月会开始跑签唱会这个行程，特别来专心照套他，再也不开心的对啊哈、啊。嗯，好，啊，你未来公司较无甲你栽培，未来演一个戏的啊，或者是进前有呢，进前公司有接到一，哎、欸，那种类似校园喜剧啊，哎、欸，类似一种哎、欸，是啊，刚好因为专辑要发行啊，所以卡流业就无法度，嗯哼哼，系啊，啊，所以就无接到迄出戏，哦，足、可惜的，无你嘛足爱演的对滴啊。其实是啦，哎，其实我感觉多元发展这足重要咧。对啊，而且哈、哦，还无赶快来咱们二的物件还多。不排斥，真的是不排斥，而且反而，我觉得演戏啊，可能对歌唱也会有帮助。对对对对对。哎呀，情感啊，怎么透露，怎么去释放，那东西是个学问。你这边专辑当中拢是台语的歌曲嘛？拢台语歌曲。以后有可能哦，我建议你也当唱几首啊，这个国语，哦，你唱。工业嘛，有够好听啊！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啊，谢谢谢谢。哇，今天就赞嘞！我恭喜赞。真的吗？你看，这真的是你听到那阵，真的很好听。我也喜欢这个样的编曲，真的很棒，很舒服。嗯，很舒服。这个曲调你唱起来哈，哦，那个声纹，那个声线就好听。真的吗？嗯、而且我，哎、欸，我今天刚好还分享。有这条歌的那个录制过程，发生一些蛮吊诡的事情。哎、欸，看起来有哦，有吗？我是说那个麦克风换三支。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啊，然后这一次我录制《笑裂歌》也遇到啊，大停电，而且那阵嘛，搁是七鬼半的时间，你知道不？然后嘿，电视台拢爱做爱播一种日本鬼片一种哎。对对对对对。然后那阵嘛，搁半暝做爱看一种物件。哇。
啊，用了一电我踹掉，我突然间巴肚够疼的，因为可能惊到吧。哦，哎，胃痉挛啦，哎，胃痉挛，用胃痉挛。对，啊，不然是边有人给摸掉掉。你卖工资啊，拜托。我播音室无，你放心，我家做清气的，看出来啊。哦，灯光光明激进，阿哥阿弟，今麦是蓝天白云的代表，阳光男孩代表，个是醒来代表，加下点。真的哦，哦，放心，真的很开心呢，真的啦，哦，做欢迎咱傅凯刚来节目当中来，谢谢。重点搁再讲一遍来，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开始展开预购，嗯，啊，十月十二号呢正式发行，然后各大唱片行就可以买得到，嗯，然后预购呢就可以获得我的亲笔签名海报一张，亲笔 哦，嗯，而且个是全新造型的海报。嗯，是，对，好，这是预购。啊，那是以后要签唱会有任何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来分享。阿爸，我一定该来。阿爸一定爱来啦，我一定该来，太好玩了，太好玩了哈。喝酒，因为主要是要带人家来吃东西啦。哦，了解。对，我在慧萱姐姐。哈，啊，哦，对了哈。阿白矿马来，其实多好，我没有难，多艰难，多艰难。呵，嗯，啊，另外就是咱啊，长得自认像侯佩岑的。赶紧来哈，来文通报名，嘿，咱转介到，咱可以吗？哎，咱可以转介，和咱徐富凯去敬。你讲做这人爱戴你，不止你的歌声呐，也如果你自认为自己像侯佩岑的话，嗯，请你来我的粉丝专页按个赞，我然后留言演给我，嗯，我就会我都会看得到。对，啊，你迄相片爱老较水的哦，嘿，老较水。啊，那迄个刚刚好，家己嘛是做礼拜直播呀，你买当来我的粉丝专页按赞，然后我也当转接，哎，转接那个专员，嗯，然后替你服务。哦，你今晚我那开迄个婚姻中介了对啊。家己的阿伯，迄个敬到的，已经替人咧中介，未歹，未歹吼，这是一个副业。这你很有想法，因为我爸妈很拢做模样婆，做在对。哦，安尼啊，系啊，我还做工丁呢，做工丁啊。哦，系啊，所以再叫我家介绍参加啊。哦，安尼定系啦，我台南做这，我一定替恁。真的哦，呵呵，啊，可能连锁无啦，哦，连锁啊，开一间啊，台南一间，高雄一间。系啊，系啊，好，安尼好不好？好。阿兰哈，足欢迎咱徐富凯今天来啦哈！谢谢。顶，啊，一张这个爱记好的收哈，好咱听来非常精彩。这个写好你的歌啊，绝对会好咱惊艳哈！啊，所以啊，预购啊，重塑啊，那是哈，到十月十号你无定岗的哈，海报的不一样，都不一样哦。是，我再重复几个，十月一号到十月十号预购，然后就可以送到送我的亲笔签名海报一张，嗯，然后十月十二号正式发行，哦，请大家多多支持。梅兰全民爱戴徐富凯，写好你的歌，感谢，谢谢，多谢徐富凯，拜拜。沉落苦海的忧愁，付出真心袂当受，最后看破来接受。唔通拖甲心肝疼丢丢，才来反头做温柔。爱也是无爱。千山万水，情可贵，绵绵相思，将阮当作你的知己。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爱的相思。爱不免千泪玫瑰。
甘免情话嘛罕伊，情甜蜜啊海相随，陪你走千山嘛罕伊。是花的卡尼，也不是甜的蜜意，情甜蜜啊，海相随，陪你看千山万水，情可贵，绵绵相思。将阮当作你的知己，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爱的签诗。爱不免千蕊玫瑰，也不免情杯。寒意，情甜蜜啊，海相随，陪你走千山万里，情甜蜜啊，海相随，陪你走千山万里。